节快来了吗？啊，对哦，圣诞节就快到了。那你想要什么礼物？我想要圣诞老公公送我一只可爱的娃娃。我也想要跟你一样。就是人见人怕的细菌人，嘿嘿嘿，你们两个许个愿就吵吵闹闹，吵死人了，哼！哎呦，我们的愿望被破坏了。嘿，我是面包超人，你们怎么了？我们的愿望被细菌人破坏了。那你们的愿望是什么呢？我们想要一只可爱的娃娃。那这只娃娃就送给你们。谢谢面包超人，太好可爱的娃娃，太棒了，我们走吧。可恶的细菌人，你怎么可以破坏别人的梦想呢？因为他们两个真的很吵啊，你很啰嗦，看我的细菌枪，砰砰砰砰砰！哦，我的脸都是细菌，没办法再跟细菌人作战了。面包超人，不要怕，果酱爷爷做了一个新的头给你，接住，这就当作是你的圣诞节礼物吧。哼，反正有几个头我都不怕，哼。换上新的头，感觉精神百倍。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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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面包超人，与其我们这样打来打去，不如我们和好吧。那你不能再欺负别人了哦。好，那我们打勾勾做约定。走，我们一起去文化公园看博爱国小表演吧。好啊。Thank you.
人。感谢各位这些小朋友，可爱的小朋友。好，这些表演的活动节目哦，都是小朋友自己。